市场行情就超过300万。哇，那一颗蓝钻在哪里？来这边，这边有一颗蓝钻在这边。哦，这么小啊！哦，蓝钻这么大颗，很大颗了。这么蓝圆形的彩钻非常少。那我们看这颗主钻好了。将近10克拉的黄彩钻，对，市场上行情就超过500万了。所以你要想办法先让它的价值没错，你知道这粉红色是什么吗？在堆叠，很多人以为是不是珊瑚，它叫孔克珠。Conch Pro 是全世界天然的珍珠，我们的品牌在操作，他们一颗就几百万。你说的是这个，对，粉红色这个，你说的是这个，对，二三四五，那这个是钢玉吧？对，这是钻石跟粉红色的，也有钢玉，也有粉钻。好，好，好了，赶快拍啦！你看。他已经有兴趣。